近日在五月天上海演唱会上，蔡依林作为特邀嘉宾惊喜现身，不止和五月天合唱了《玫瑰少年》《今天你要嫁给我》，还在跳舞的时候与主唱阿信牵手并旋转下腰，惹得粉丝尖叫连连。演唱会临近结束的时候，蔡依林更是现场邀请五月天当自己演唱会的嘉宾，还大胆调侃称，要不要和我约会，如果答应的话，我今天就嫁给你。更让网友激动的是，演唱会结束后，阿信发了一条微博，内容只是一个省略号，但配图却是蔡依林下腰，他抱住对方并牵手的图片。这条微博让阿信的粉丝纷纷在评论区留言求解释，还有不少网友猜测这两人可能是真的在一起了。不过蔡依林本身性格就很放得开，之前在王俊凯演唱会上，他还问王俊凯接不接受姐弟恋，撩人程度不输之前被求出撩人宝典的杨幂。这么看来，他和阿信的亲密互动应该只是出于朋友情谊，但两人看起来是真的相配，如果真的在一起的话，相信会得到很多人的祝福。